我们送他什么呢？我们送他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我们 OK 送 très bien parfait très très bien OK 我叫甜甜，是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一名教师。我的学生是在中国工作的外交官，我用法语向他们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。胡同 c'est une rue dans l'ancien Beijing qui lit。 课堂上我们是师生，课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。oui, ça a été légalisé。语言是我们沟通的工具，也是彼此文化交流的桥梁。通过与他们的交流，我也学习了解了很多外国文化。我曾经被派往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总领馆，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外交官，他们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，这让我在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时候更有成就感。业余时间我喜欢健身，平常我会严格要求自己，通过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有力量，同时也更加自信。我们中心会不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，今天啊，我们举办了文化开放日活动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世界各国文化的和谐交融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民相亲在于心相通，心相通靠的是彼此的了解，而语言的相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，增进了解，促进交流。我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甜甜。